这谁写的？据我分析啊，指定是王五兄弟，别干不出来正事儿。我死，我也轮胎全没气儿了。谁？是广坤主播。聊得真快呀，年轻人都跑步过来。邵峰，我今天就来问问你，山庄你回不回去了？不回去。 你说你不在山庄干，你自己折腾，你能干出啥来呀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啊，我宋晓峰离开山庄就一无是处，啥也不是呗？那肯定啥也不是啊！你别干，别别别，你别到我家待着，乌龟拉倒。没准就黄了，不会。这是谁呀？今儿命。行啊，这饭菜，这都是也属于员工餐，剩剩的菜剩剩的。 员工餐，我们那员工餐是这餐吗？我都多少天没见着荤腥了。你们那个多少天没见着荤腥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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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那个
婚呢？哎，到期了，老师咋没给开钱呢？是啊，给你开没？没有啊。这不是他风格，肯定使路子的。到月可以给你开支啊，但必须压你五天。为啥呢？这是规矩。那你就是无情呗。生意就是生意，尽量别跟我谈情怀。跟老师合伙做企业，完让老师给收购了。哎，你说你可以说在相声你很有名气啊，号称小诸葛，你现在量本身就没有了，你现在那葛都没了，你就剩一个字，你就是个猪了。我现在就同情你，你别这样，你呀想开点。放箭！给！我给他两间小屋子，我跟他俩搁那住一段。那你要那样的话，那我也过去。我现在身体挺好，我就跟他俩咕噜了。哎呦，站着打啥呢？上车！来！开大哥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人把我客人都上跑了，你干啥呀？他是客人，我不是客人吗？今天我高兴，你高兴，别人遭罪了。我开店怎么那我不管，我是花钱的。你这太过分了，花钱的。大夫那么着，这白清明，你为了解气，我都得装病完事儿。要打的解决问题，我还用你啊？我早都消的了。话说回来，咱俩都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。出事儿你放心，搁兜着全是我的事儿。啥呀？高飞，